Thank you.
师兄，承让了。知道承让就好。师兄平时怎么教导你们的？切勿锋芒毕露。持千斤者成大器，怀天下者压枪。你给我站住！去哪儿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这怎么没多过两招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师兄。我没有什么事儿，他作为师妹。 可以目无尊长，但是作为师兄呢，我却不能不宽厚待人。师兄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走吧，吃饭去喽。走走走走走，吃饭去吧。走走。师傅。 青儿，青儿又赢了。你师兄从小便爱让着你，可他的刀法偏偏又被你克制，如今想不让着你都不行了。<笑>还是师父心疼青儿。不过师兄的刀法嘛，劲道还可以。那是自然。如果你们的功力再精进一些，技艺合璧，便可使我魔刀门绝学。 斩风到了，青儿谨记。这么多年，你总嚷嚷着要下山看看，今日为师就让你如愿以偿吧。真的，谢谢师父。来，这封回信务必要亲手交到唐门掌门齐岁丸手中。多年好友了，为师和他有要事相商。 放心吧，师父，青儿一定会亲手交给他。唉，你涉世未深，此次出山，千万不可与人争抢，一切小心。请师父放心。驾！驾！师妹，传闻江湖中最近常有蛇人出没，那蛇人样貌狰狞，手段残暴，你下山之后一定要多加小心。 说下就下，还下得这么急，看来赶不了路了。是啊是啊，看来咱们今天晚上只能在这天王庙避雨了。是啊，我们兄弟三人选择退出江湖，为的就是不再受他人所使。
拜拜各位天尊。各位天尊，打扰了，还望以后多加庇佑。师兄，我跟你吹啊，当年师兄一夜之间斩杀20多个马匪，全身而退。真的假的呀？哎呀嘿，你还不信你师兄？师兄这刀法不是白练的。老板，来壶好酒。都是虚有其表之辈，好在马上就能见到齐碎碗那种高手了，甚是期待。您的酒，你想慢走。嗯，过几招啊。哎呀，行啊，小红啊，该走了。哎呀，别吃了，你看你脸大的，该减肥啦。不是说过了吗？信由我转交即可。我也说过了，家师有命，这封回信必须亲手交给掌门。你是掌门吗？那就请回吧，掌门现在不方便回客。嘿，我气死我了，小小堂门架子还不小，我大老远跑过来的，连点礼数都没有，岂有此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铁笼又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已经快关不住掌门了。铁笼，掌门，掌门怎么被关起来了？齐掌门与师父素有来往，不能坐视不管。少掌门，少掌门，这是给爹送的。是。按照您的吩咐，特意烤的生一些，去吧。是是。掌门，掌门，吃饭了。掌门，掌门。您睡着了吗？我还是先走吧。你是谁？潜入他们有何企图？是就是故意派掌门齐碎碗。等等等等，大家别误会了。在下魔刀门弟子压青，师父派我来龟派送信，叮嘱我一定要把信送到掌门手里。可是你们的人不肯通融，所以我才……原来是压青师姐，在下唐门少主齐怀，家父近日遭人暗算，如今性情相貌突变，误会压青师姐，见笑了。那既然掌门，好吧，那把信交给少掌门也算是不辱师命。
岂有此理！竟敢要挟我爹听命磨刀门！你究竟是何居心？拿下！少掌门，为什么放他走？掌门的事情跟他肯定脱不了干系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放他走。我唐门与魔刀门素无恩怨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山下就是好玩，怪不得师兄们总抢着出来。梨花香，姑娘大爷何走啊？百合，哇，连这个都有，姑娘真是厉害，一闻便知。当然了，不管什么花香都难不倒我。行，这个是吧？不会又是唐门的人吧？真是阴魂不散。白天的，一群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合适吗？大白天的欺负一个不合适，欺负两个就合适了。干嘛？塞北五雄，久闯江湖，浑身是胆，是可杀不可。就是他，追！跟我来！给我砍他！砍他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还起开！哎呀！手心我这儿。站住！站住！砍他！前面的，在那边！站住！金峰，站住！
位壮士，不，二位女侠，可否先停停手？魔刀门弟子压青女侠，护国将军符镇之女符风，江南第一富商江文远之女江若晨，三位天之娇女，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呀！前辈究竟是何人啊？怎么知道我们几个的身份？是啊，不才梁玄清，人谓之滇南老仙，昔日无人，夜观星象。说人话。老朽梁玄清，看三位姑娘草木皆兵的架势，想必都一身麻烦事吧。魔刀门弟子压青女侠，自幼师从刀魔修行，年纪虽小，刀法却近大成，单枪匹马从唐门杀出，身手了得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啦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江湖上都传开了，谁不知道？将门之女扶风，天生不能言语，13岁从军屡建奇功。如果我没算错，阁下已经官拜校旗将了吧？若不是扶镇将军遭诬陷，身陷囹圄，国之栋梁，前途无量啊！哦，他的意思是说啊，他也被人追杀，碰巧呢躲在前辈这里，刚刚还误以为姑娘也是追杀他的人，所以才动了手。他说姑娘好刀法。哦，我小时候啊有个玩伴是哑女，所以略懂一二。江小姐，你本是江南富商独女，却不知得罪何人，家道中落，并被追杀，我说的对吗？不久之前，我江家一夜之间遭蛇人屠戮，家破人亡，偌大的江家现在只剩我一个人。又是蛇人，唐门的掌门都变成了这副模样，这蛇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如我师兄所说，是被蛇神诅咒所致？依在下看来，这些所谓的蛇人不过是中了世间罕见的奇毒，导致外貌突变，失去本性，应该和滇南一带的蛊毒有关。至于此蛊为何蛊，在下也无从所知。符镇将军不就是因为追查失毒之人而遭奸人陷害吗？那下毒之人到底有何用意呢？风云变幻，世事无常，其实我等凡人可揣摩。几位姑娘，一杯清茶，了解君仇。好喝，比我在山上喝的茶好喝多了。这茶为什么感觉好苦涩？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呀？安之若素，甘之若饴，心若迷惘，万般皆苦。前辈，你还知道些什么呀？亚青姑娘，你可曾想过唐门为何对你挥刀相向？
封信，莫非被调包了？据我所知，你给他们送上的是盟主令，只有图谋独霸江湖之人才会发出此帖，此为极度蔑视之举。姑娘送这种东西，岂能不招来杀身之祸？而江湖上接此盟主令之人，都已遭到厄运。福镇将军之所以追查蛇人案多年，就是想查清这盟主令与蛇人之间的玄机。福镇将军应该也是找到线索了吧？赶紧回去复命吧，这些消息对你师父非常重要。多谢前辈，告辞。临行之前，我赠诸位一言，你们三人命格相辅相成，注定纠缠一生。同心则生，一心则死。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初次见他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驾。我不会碍事的，而且先生不是说了吗，同心则生吗？我真的只是想帮忙。磨刀门弟子凭空被诬陷，与唐门弟子刀兵相见，皆因我不慎而起，不查清此事，我没脸回去。扶风，你父亲在这个时候出事，一定是查到了重要线索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如果能找到福镇将军，就一定能查出我江家灭门惨案的真凶。但是福将军现在关押在何处呢？听师兄说过，在三府交界的地方有视财如命的北丑一族，他们跟各族经商，四处游走，消息非常灵通。三位小哥好面生啊，过来聊聊啊。哟，小哥哥打哪儿来啊？明明要装扮成这样子了，此处鱼龙混杂，扮成这样免得吃亏。走。不瞒你说，昨天哥们做了一笔大买卖。是吗？脱手了一笔好货。哎呦，进了不少银子。你可别不信啊，这可发了啊。我是谁呀？哎，几位爷，可有看上的呀？哎呀，几位爷，一看就是特别有眼光。来来来，里边请。我这呢，全都是一等一的铠甲，皇家的精工巧匠啊，用那个玄铁胆、银箔皮、野牛筋精心打造而成的。实不相瞒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去年有一支神秘的军队路过云顶山的时候，遭人偷袭，全军覆没。据说呀，全部都是皇家一等一的高手羽林卫。这件铠甲就更厉害了，羽林卫第一指挥使左倾将军的贴身铠甲，刀剑不入，腹坚执锐。我也是在内行里边倒了好几道手，费了老劲儿了。一口价200两银子，我给你们打包，怎么样？你们不要费什么劲呢，装的人模人样的，一帮穷鬼。一个倒卖兵器的人说的话。看看
里面，好气派的地方，估计族长就在里面。若真是族长，他知道的一定更多。走，去看看。要的什么玩意儿？滚出去！哎，有办法了。你们谁呀？谁呀？你们干嘛的？我们是西域最好的舞姬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族长现在正不高兴了，你们没两把刷子就别进去了。放心吧。进来也不失礼。您一定就是乞丐。对不起哥，总喜欢站我前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北丑一族的族长。又进来三个，你们行不行啊？我对舞姬的要求可是很高的，很高的哦。跳得不好，我一文不给，一文不给。你先来。停停停！哎呀，停停停停停！你来。滚！正宗的西域蛇藤舞，我要重重赏你！重重赏你！有戏的，财帛有价，知音难求。若真有心，就告诉我们扶正将军的下落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是为这个而来。我的消息可贵了。那这么说。您知道了，那好说，开个价吧。钱钱，我哥不差钱。我们族人族迹遍布大江南北，珍奇异宝都不在话下。您怎么样才肯把消息告诉我们啊？除非……你们想什么呢？以本族长的相貌才华会缺女人吗？我要的是稀世珍品，比如说能避水的青龙珠，能解万毒的凤凰血，能摄百兽的白琥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都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常人接触不到而已，相传西方蛮国
就曾进献过凤凰血，凤凰血又被赐给三邪王，所以那我只好摊牌了。这就是凤凰血，几经辗转，正好落在我手中。哪里？你当我白痴吗？凤凰血乃世间圣物，岂是你随便藏匿安置之物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你抓住我，你也逃不出这个村子。其实，说与不说都没多大关系。福镇将军不就在云顶山吗？你知道还问我？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啊、你的手下在叫卖雨林卫的铠甲，说是在云顶山搜刮尸体时发现的，可是这国泰民安众人皆知，雨林卫几乎都没有出过都城，除非是押解像福镇这种重犯。大人，我没有冒犯之意，我们也没有财帛和消息跟您交换，我们只是想查清蛇人的真相和幕后黑手。这蛇人频现江湖，滥杀无辜，查清真相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嗯，我相信你们一次。老族长曾传下来一句话，云顶有天宫，方寸见天下。这方寸天宫相传就藏在云顶山中，那地方被无数冤魂所笼罩，进入云顶山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。我劝你们别去找死。云顶有天宫，方寸见天下。族长那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神像是从那边投过来的，如此大的力道，还有这些浅痕，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惨烈屠杀。齐掌门一直都是这样子吗？就没有什么办法救治了吗？余掌门，您到底想问什么？看您的样子跪体欠安啊。啊，我就是偶染风寒而已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余掌门在刻意隐瞒什么？维洛，你去探个究竟。是少掌门。这应该就是云顶山了吧？但这里不像什么天宫的样子。别问我，我一直在江南，生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。族长指的路不会有错，应该就在这里，大家分头找吧。福老将军怎么会被关押在这种地方？老将军一生战功赫赫，一夜之间竟遭奸人陷害，被关押在如此隐秘的地方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秘密。会不会是我们弄错地方了？这里明明就是一片废墟啊。这里地处山坳，石壁上有风干的水印，一定是多年前被山洪淹没过。如此隐秘的地方，入口肯定不易发现，我们再仔细找找。掌门，我去取药。掌门，药取好了。
鲍少掌门，他们买了青神草和凝露香。这青神草用于驱赶蠹虫蚊虫，而凝露香专解毒瘴毒物。他买这个做什么？属下问过药铺老板，他说这两样东西一般只有去滇南的旅人会买，因为那里多毒瘴毒物，需用凝露香化解。滇南？药铺老板还透露，最近有很多江湖人士抢购此物，甚是蹊跷。这什么都没有啊，到底在哪儿啊？难不成这天宫真的在云顶上啊？要不然怎么叫天宫呢？云顶有天宫，方寸见天下。我知道了，就在水下。不是水星啊，留下等我们。你，哎，没想到这所谓的天宫居然真的在水下。大费周折把老将军关押在这么隐秘的地方，居然不派一兵一卒把守。这地上的骸骨又不是被钝兵利器所伤，恐怕这里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。这门没有锁孔，肯定有机关，找找看吧。危险了，你们赶快走，为夫双腿一断，不能拖累你们。这里有巨多无比的黑蒿虫，如果惊动了他们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老夫，我是你女儿的好朋友丫青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呀？数年前蛇人为祸江湖，掀起风波，为夫几经周折，
终于查到这些蛇人作祟皆与神秘组织有关。这个神秘组织就是前朝不良人。不良人？不良人曾经是朝廷秘密组建的一个特殊组织，专门收编征用有恶迹者替官府效力办差。组织内部每个人都身怀绝技，他们的统领被称之为不良帅。而时过境迁，据为父所知，如今仅存的不良人早已是寥若晨星，与世无争。但近年来为父发现不良人又重现江湖，居然专攻炼制丹药，其中必有变数。现任的不良帅此纳罗善于结交江湖名门，每到八月十五就会主动赠上有助内力的优质丹药玉玲珑。如此几年下来，各大门派对其深信不疑，视如己出。而谁能想到，表面让人延年益寿大增内力的玉玲珑，其实是世间奇毒啊，阿难花毒。长期服用阿难花毒，周身会长出鳞片、长爪和獠牙，并且神智逐渐失控，变成面目可憎的蛇人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奇毒无药可解。最终我查到紫纳罗的真实身份，居然是多年前被当今圣上剿灭的北都商王之女，前北都的公主。当年都商王昏庸无道，不得人心，后被我们当今圣上起兵剿灭。而他的女儿隐藏身份加入不良人，他们好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。是他的对手，快走！儿，小心！Come on!
爹对不起你，来世再见。过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将门出身马革裹尸，等日后天下安定，为父一定带你隐居山林，伴你长大成人。我才看清眉目低拍被雨铺，是我起缘分的事，会是谁初心总被辜负。你不要亲耳了吗？给我施舍的笑有限度，给我预设的路是残酷，给我叠加的苦是命运的包袱。遇见你是光明的救赎，自此在我幽深的孤独，俗世的贪图用爱来飞渡，浮沉三千不过情人染日暮，深浅身后遮掩的迷雾，是谁陪我一程的奔赴，护我最初的包袱。浮生一眼不过飞雪满征途，前尘旧事模糊了最初，故意为人间的苦换我来寻路。掌门，你可回来了？掌门他又不见了。我们到了，好气派啊！一看就是高手住的地方。那当然了，我魔刀门弟子随便拉出来一个，在江湖上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三年前，
我师父刀魔一人对抗净觉寺方丈空智、乾坤堡掌门清远、金鹰庄主吴峰不落下风，谁敢不给他老人家面子啊？他们这会儿估计都在练功，走，咱们看看去。是吗？这地方好高啊。请住手，请听我说，此乃不情之请，但请放过我父亲。放过你的父亲？这里里外外躺着的都是我的师兄弟们，你让我放过你的父亲？在下一路跟随几位姑娘，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我父亲他已失去本性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齐怀对天发誓，必将手刃真凶，告慰无辜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一切都是不良帅子纳罗的阴谋。根据余掌门留下的线索，在下近日来四处探查，发现各大派所有掌门都在打点行装，准备前往滇南。此事绝非偶然。这是我刚才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的，你父亲写给我师父的信。老朽近日被一毒物困扰，此物来自万圣坛，名曰阿南花毒，若阁下熟知此物破解之法，请速速告知。你父亲早已知道自己中毒，所以来请教我师父。可师父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呢？长辈们深知此事凶险，不愿我们卷进来，但有些事是避不开的。自纳罗利用阿南花毒胁迫众掌门，布局已久，若不尽快阻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先行一步。在下已将女儿托付于你。玄清兄，这是为何？自古鸟尽弓藏，伴君如伴虎啊。既知仕途凶险，你和福珍为何不跟我一样做个闲云野鹤？江湖凶险也远不及仕途鬼兰多变。今百废待兴，却时至滇南一带奇毒蔓延，众多权势之人身中蛇毒，受人操控，此事必有隐忧。为天下苍生，我还不能甩手而去。不知梁兄可有解毒之法？此毒由阿南花研制，
能解此毒之物，莫过于圣上御赐于我的凤凰血，这也是我将女儿托付于你的真正缘由。骨肉离别，这又是何苦？因果辗转，或许我父女注定要面对此劫。只是有劳兄长务必教会小女你的绝学斩风道法，但愿能在适当之际反转乾坤，就拜托你了。是我都能体会到，我师父和师兄隐形全无，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人可以依靠。可是你真的要放过他们吗？他们不是罪魁祸首，不良帅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可是我们就算要报仇，不良帅又在哪里？我们去哪里才能找到他？滇南万圣滩。孔明的如同廖某还没死心吗？凤凰血早已不在世间，像你们这种人永远得不到的。宁此不说凤凰血在哪里，不就是想保全你女儿的命吗？今晚我就惩治你。世人终究一死，重在死得其所。事到临头还道貌岸然，等我得到了凤凰血，我亲手送给你女儿的玩具。这怎么都这个样子啊？静观其变，进去再说。你看这些掌门眉眼发黑，估计都身中气毒，就像齐怀所言，他们都被紫纳罗胁迫了。如果他们真的降服于紫纳罗，一定会天下大乱的。不行，我们得马上阻止他。那高台宝座上坐的定是紫纳罗，只恨自己无用，不能立刻杀了他，为枉死的父母报仇。诸位掌门，看来除了持剑门和金象帮，各派掌门都来了。高门如月的都来了，解药呢？解药呢？解药呢？不要急，我们公主是志在号令天下之人，怎会出尔反尔？此次召唤各路豪杰前来，是传递一个重要的消息：我们不良人将于七日后起兵北上，各派门生弟子一同出征，此后通通都要归顺于我不良人旗下。我们寡不敌众，若是能帮众掌门解毒，获得协助，咱们就胜券在握了。见机行事，擒贼
先亲王。各位应该庆幸自己的选择，没来的金相邦和池剑门都很后悔呢。你看他们的表情，池剑门长宣金相邦天禅首级在此，跟着我们打下江山，复兴北都，各位今后就是国之重臣，有何不好？一派胡言，天下皆知前北都商王无道，不得人心。我唐门弟子早已查清，不良帅便是已覆灭的前北都公主紫纳罗，他不会放过你们。此乃缓兵之计，他会一一将我们赶尽杀绝。他这是要我们束手待毙，跟他拼了！跟他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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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若晨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摊牌吗？你在说什么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你身上有股独特的味道，不同于任何一种胭脂水粉。姑娘真是厉害，一闻便知。当然了，不管什么花香，直到来到这里，我才明白你身上的正是这阿南花香。之前你说自己第一次出江南，而阿南花却只生长在这万圣坛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也被你控制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选择加入不良人，本是为北都旧部遗孤安身立命，有个归宿，不想被江若晨篡夺。在场的不良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借你之手杀了紫纳罗，那就没什么好演的了。我父王昏庸无道，不得人心，覆灭是必然。父王临死之前幡然悔悟，让我带你们安度余生，
你们为什么还在执迷不悟？这个女人会把你们都害死的。住口！我等本是皇族，哼，我们要一举起兵北上，夺回一切。公主休要阻拦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复国之事，众望所归，你们身陷重围，毫无胜算呢。这些掌门马上就要毒发，化身蛇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仅他们无药可救，你们也将万劫不复。就是不良帅，什么姐妹情谊，你一直在骗我们。骗你？不，我没有骗你。我江家确实被抄家灭门，我父母家人都付之一炬。唯一没有告诉你的是，那个时候我才五岁。15年前，三贤王梁玄清，你师父于洋扶朕率军攻陷我们江家所在城池，全力抵抗的江家被满门斩杀，仅存我一人。梁玄清扶朕还有我师父，就是开国三贤王。一夜之间，我从富家千金变成流落街头的孤儿，受尽折磨，受尽凌辱，我尝尽了世间苦楚。后来我遇到了毒王，为了生存，为了复仇，我拜他做了义父，无药可解，竟不却沦为他使毒的工具。我每天都生存在生与死的边界，我每天都受尽折磨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三贤王的后人跟我当年一样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父亲被杀，那些欺负过我、凌辱过我的人，统统都得死！够了！这就是你残害无辜的理由吗？快把解药交出来！解药？你们找我要解药？阿南花毒本就无药可解，身中此毒，只能半人半鬼。我的恨，今天要让你们都知道。说一千道一万都掩盖不了你贪婪的野心，不然你是不会篡夺不良帅之位的。称霸江湖、问鼎天下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梁玄清手中可解万毒的凤凰血，但这老狐狸一直装疯卖傻，我只好将其杀之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梁玄清就是你的亲生父亲吧？当日在封存天宫，你被剧毒的黑甲虫咬了还能迅速复原，我就猜到凤凰血一定在你身上，于是设下此局。
就在江湖漂泊，为了生存什么没做过。我挣扎着活到今天，不会让自己白白死去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凤凰血交出来。女子如此狠毒，趁我和师父下山寻找师妹之际，竟屠我师门，老夫今日也要与你做个了结。妖女，这是什么手段？师父，雅青，贺白，师父，快使用斩风刀！师父，我们功力不够啊！是，没机会助你们，快！是。是他先机，将凤凰血刺在压青体内，斩风道的功力居然能催使凤凰血融化。杀了他！杀了这个妖女！我百般引诱，你都不肯拿出凤凰血。江山多娇，我也无福消受。那就一起死吧！血融化，拯救了武林，江湖恢复了秩序，茶楼一遇皆在眼前。
女侠，背后刺的可是红莲夜叉。这刺青我从小就有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传说中，红莲夜叉是威武辟邪的女战神。姑娘身上竟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刺青，必能护佑姑娘周全。我也想去刺一个。冥冥中的一次相遇，却是我与父亲最后的别离。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，我好像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了。江湖太乱，人数不够的也要兜兜转转。烟雨江南，谁在附近走光临三鬼眼长王，风沙飞过玉门关，山歌难分辨，人生最善变，今生要装出表扬，最可谓是人言。十几度在我身后碎碎念，没嘴巴的没有把我递稳了，我一个 sucker。 豪情难收，解救小丑，棋逢对手，不信明天再碰头。从前以后，其实我早就看透，锋芒在手，就让你无路可走。继续行走，这人间只是一场修炼，生死相归，跟诺言默诵了很多遍。恩与仇，刀与剑，经过了太多的轻松岁月，泪与血，怨与念，不过一道黑君想要策马，或许就转身一生，谁令如